这是一个位于 Back Bay 区域 Prudential 后方的一个31位小型公寓套间。进门左侧是客厅厨房部分，厨房配有了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烤箱，还有洗碗机。客厅部分与厨房相连，有三个窗户，左边这里是第一个房间，房间面积不大，摆放着一张 queen size 的一个双层床，有一扇窗户，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穿过长廊，这边是这个卫生间的，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。右边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第二个房间有一扇窗户与露台相连，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面积一般，露台的空间很大。旁边是最后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有一个不小的一个衣帽间，房间有两扇窗户，房间的面积也是一般。